变异方式多种多样，常见有转基因和基因突变，因神秘性与不可控性，当它发生在动物身上的时候，甚至被很多人认为会对其他物种，包括人类在内生存与进化的存在威胁。常见的这类题材电影有很多，如《星球崛起一》，巨型阔鱼被发现于澳大利亚某国家公园，主要以欧鲶为食。二、独眼白化鲨鱼，鲨鱼的变异物种起初被别人误认为是噱头，不可能存在。三、巨型海鱼，日本福岛附近海域捕捉，被认为是因核辐射而基因变异。四、巨型鲶鱼，附近居民以水葬为主，因体型巨大而被认为是吃了太多人类尸体而产生变异。五、变异的长毛角虫，在美国的肯塔基州被发现。六、巨型蚯蚓，被发现在厄瓜多尔附近火沙口，体长接近 1.5 米。